你怎么给我一个？我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刚刚只有挖三颗木头，然后就拿去做这个。我多的铁剑。我有铁剑，我有铁剑。啊。他们已经开打啦、啊。那我要先挖草，对不对？对，对面有人哦。帽子。又有石头了。盾牌，好像快来了，这感觉又走了。你可以多给我一点木头啊。这里。我直接做个，只是考量。哎、欸，你没装备没满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这两刚刚直接开了两套。好，哎、欸，我剩下铁给你。如果你们有那个苹果哦，我有苹果哦。他们在对面哦，要小心哦！我去做个斧头。我有很多木，我有很多、啊。我刚提了给那个允月，你看有没有拿到？可以做盾牌，有做装备。我捡到，我盾牌有了。做装备，做装备。木木，你有没有盾？他有。好，我给他。他们都在各种打哎、欸。让我做个鞋子。不够做衣服。不够做衣服，你应该先做衣服啊。衣服不够七个而已。哎、欸，木木有多的那个吗？那个皮革衣服，对，给他。不行，我们要找他们，不然他们一堆头颅。走了，在哪里？刚刚这里海对面有人呢、啊，现在不看到有尸体耶。有看到，好像是阿喵。对，阿喵跟鸭子。在下面。我下来了。你下，哎、欸，冷静。哦，好，有。鸭子一个斧头暴击，他们都没盾牌。下陆地，喂，有，哎、欸，哈基来，哈基来，打哈基先。打哈基。就跑了。没事，我还以为他是岩浆桶，吓死我了，哈基。哦，我在躲他，我自己人。木木去打阿喵，我回去追阿喵。好，阿喵还有剩一刀，阿喵交给你。就一个哈基过来而已耶。他落单了，不晓得，看不太到人了耶。前面有火烧的地方，剩下这个木木，你要等一下多打哦。好，交给你打了啊！岩浆拿不到了，虽然应该也不用。找不到人，去圈内吧。没看到人。哎、欸，是那什么？那个？哦，在左侧。是我。走这边那个方向，啊，木木上。我看到了。他们那边圈也在压过来哦。有看到，我都没看到。他下水了。他怎么下海了？上路了。有，好像看到是阿喵吗？还是谁？落单一个有可能。他穿着装备，背影看起来，看不出来。好。我在树上攀爬。阿喵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瑞比特，扁他，上木木，抬头游泳，你没有游了，你游抬头抬太高了，跑步健再一次，来再游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们黄队怎么全部都分散了？好问题。哦，哎、欸，你们追的是谁？哦，阿喵啦，阿喵，看起来阿喵。那个木木，回头，这边，回头这边打瑞比特。那我继续追阿喵、哦。好，你一定行，你可以，他血很少。哦哇，吃头颅，直接吃。木，吃头颅，对，这里还有一颗，我这边还给你压头。啊，跟你讲，上来，这里还有一个西亚，交给你继续。这里西亚。好，我吃。好，上去打他。没有，直接打，没有在蹲的，打扁他。
哦哦，点点点点点点，长大了！好难暴击哦，为什么都打不出来？因为你要挥慢了，你刚刚还是挥得快一点了。不是让我们打完了，那个终于追到了，我终于追到他了，追了追了追到天涯海角，有阿喵成功成为第二名，上去上天涯海角哎、欸。吴思喵，你要跑多久？天地良心，明明还有一口。阿喵，阿喵，你成功成为第二名了。我就差一个金块，我只要再打开一个箱子，我就可以做金苹果了。奇怪，五分钟哎。我们这队先看到绿队啊，怎么打的都是先打哈自己，又打了瑞比特跟西亚，一直跑别的队了。没有，我开场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我看到阿喵、欸，哎，做斧头，做斧头，谁知道他开了一个箱子，然后铁装，啊，怎么打？不是哦，就然后我们全队被阿喵他们说，哎、欸，杰克在旁边 ，OK， 我说 OK， 前面有箱子，我去开。阿喵从头到尾都被追啊，人气王，人气王。我甚至已经消掉一组了，那比比也有来了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你们在那，但我们那边箱子也蛮多的，所以一直在整装。我还手超抖，我就说我这不能再打了，我这不能再打，我这快变帕金森了，我这不行了。然后那时候只看到你们想说灭你们，然后打一打，哎、欸，怎么旁边有一颗西瓜滚过来？我说不行，先打那个西瓜。啊、打一打怎么从变一对四了？怎么回事？那个只是一个阿喵，你们黄队还三个人，肯定先打那颗滚过来的西瓜。我们在床上，而且你们队的装备最特别嘛，一个皮革的最显眼，其他都对了。我开了四件皮革送出来嘛。然后我们追着阿喵，然后旁边哎、欸、看到瑞比特，我们原本还以为是追瑞比特，哎、欸、旁边真的瑞比特，默默来默默来跟他打。我那时候在看，我就跟阿喵说：“哦、阿喵，你快继续游，另外一组要过来了。”第二名，第二名，继续游，不要停。有你游了很远的，游到第二名去了。我游，我这游超远，我就说只要我均速游，他们一定追不上我。追一辈子啊！他还没有停下来坐船，就不会追上他。游泳比赛。我们现在打完，你月到底追到没？对啊，还在游啊！哦，我只能说边界再大一点，我还能再游一下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那个画面超搞笑，阿猫后面跟着三个人。阿猫后面，阿猫，阿猫，阿猫，阿喵，阿猫，阿猫，喵。接下来惯例来啦，万泰摩友，这次给钻石，之前是给钻一吗？我也忘了，给钻石一，钻石一，对啊，好像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再多一个帽子，赤手空拳，哎，多一个黄金帽，哇，赤手空拳，忘了瑞比特知不知道？反正就是穿上衣服去打人，你只要被打到，你就会有加速跟随机的状态。对，有啦，你有记得啦 ，OK 啦。开场就会说很快哦，那自己小心哦。好。哎，是有同队伤害吗？上次有同队伤害。有同队伤害啊。有啊。因为你是一个人一队啊。哦。你有同队的话，就有同队伤害。对对对。你可以同自己啊，同队伤害。我们其实是同队啦，我们每个人都同队的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感受到有一点不同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比较大一点啊。哎呦，只有你比较大、欸、真的他会全体啊，现在好像只能先自己，好不好？也给大家有三十滴血，哇，可以锤更久。你好大哦，好棒哦！等一下，你们都会这么胖。我已经想到我在你旁边的感觉。全部都会一样，哦、连一棵树都遮不了怎么办？扁就对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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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只能做拳头，只能用拳头啊，也不能做盾哦，什么都不行哦、啊。好，拿拳头。有吧？有大吧？有谁、啊？有我超大有大有大有大哦！有，好大！还有抗性呢、啊。掉下去吧，这个。
哎，两个走过去，欸，这个好难走路哦，超难走路。妈，还有抗性。我不是要去那个，开场就让你飞起来，跟你讲。我看到人了，我看到人了。哎，这很难看不到吧？那确实啦，确实啦，真的。你急飞吗？你急飞？来，那个是人还是花？好暗，好暗。这人还是花？飞飞飞！有有有，终于飞起来了吧？哎，你这毒毒好久，哦。是啊。啊的啊的啊的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哎哎，你这椅背在上面啊！你这椅背在上面啊！我看到那个圆月，我看到你椅背在上面。等下送去你都没了。不赢在哪？我要去哪里？回来。你好，我也有村庄的圆月。村庄就是有额外的装备都可以穿，嗯，但只能赤手空拳。村庄进不去啊！村庄进不去，太大只啊！别跑，木木一滴，木木一滴！不要，我剩半滴了。不是啊，你可以打那个木头下来啊！好大只，好大！不然你等下又被圈缩了。我跟你打，这边有自己。可是你是要打？等一下，我要挖四个，我才下来。对，你要挖四个，有两颗头。等一下，梦到幽灵的，哪里？我没有想打，我已经边战斗过了，我好累。怎么了？下来啊！没有啊，人这一区有东西可以拿。下来啊，去啊！那里有一个人，我打一狙。刚看到这里有人，你上来呀，巧克力，挂了。我可以，我跟你讲。幽灵啊，好多人哦。史莱姆，可是除了史莱姆还有其他人才对啊，人呢？对啊。那史莱姆就是我们两个的尸体。好，我们一死了。喂，哎哎，医生，打到了。哎，水长。Hello， 我们两个好好的回避啊。不是你，我怎么？还好，我们只要看到男的就扁，看到男的就扁。哦，咋是这个？你好了。哎，男人都在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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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吗？那个是吗？为什么打不到？那个是。哦，我虚弱了。哦，力。哪里？又拖来一个男生了！我很久哎，哦，这边三方对决打了，这在干嘛？那船要沉了。你们在排队吗？哎，水上打，水上打。可以摸一下吗？不是有人过来？开船走人。哦，飞起来了，你也有这天。哎，我有水。纳比特，纳比特赢，快接。杰克，他们应该好远。那个有两个男生在看戏。哇，阿喵，我们可以继续跑，跳到水里。杰克，我们不打，我们就看戏好了。好，我已经打过一个人了。先打他们。我跑出史莱姆。先打男人。男人在哪里啊？男人在对面那个村庄那边。男人上来了，扁他。来了。阿弟就给你，阿弟超级高，交给你，快点。两男对四女，有走了，下过去扁他，继续啊，打他去，先打，下你可以的，你一定行，下，凋零，走一下，你都不走，哇，快点，等等，开扁，哎呦，好黑，啊，梦到倒了。两个男的血都满的，打他们，他们又补到血了，哇，这个输出，阿喵，血量，阿喵，阿喵，你是满血的，阿喵，你可以的，阿喵，无敌，打死西瓜，他在你屁股啊，抓他，有，肯定行，不行，安上有优势，哈基，哈基血少了。阿喵越打越多血，小心，哈基有在扣血，可以，哈基三个，杰克来了，阿喵杰克背后，我们
没有杰克。杰克，我们打球。他进补血了，我怎么越打越都血？杰克没血，杰克没血。